小朋友们好，今天给动物们涂上不同的颜色吧。首先，我们的大猩猩出来了，我来看看要选个什么颜呢？这个是我要的颜色吗？不是的，这个也不是的，这个也不对。那是这个吗？也不是的，那肯定是这个。答对了 ，red。我涂上红色的。轮到我小熊出场了。我想一下，我要涂上什么颜色呢？这个不是我要的颜色。这个也不是我要的颜色。这个也不是。找到了，这个是我要的颜色。看我涂成了什么颜色呢 ？Blue。答对了，是蓝色。轮到我老虎出发了。我今天也要涂个颜色。选哪个颜色好呢？这个不是我要找的颜色。那这个呢？也不是我要找的。找到了，就是这个颜色。看我涂成什么颜色了吗 ？Green。答对了，是绿色。终于轮到我大象出场了。今天我得涂个什么颜色好呢？我先找一下我要的颜色是哪个？是这个吗？不是的。那是这个吗？找到了，就是这个颜色。猜猜我应该涂成了什么颜色呢 ？Pink。答对了，是粉色。轮到我马儿出场了。我要涂个成什么颜色呢？看看哪个颜色适合我呢？我来看看啊。找到了，就是这个颜色。小伙伴们，看看我要涂上什么颜色呢？Orange。答对了，是橙色。